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G、FB、Twitch、哔哩哔哩还有 Discord。然后今天这个天蝎姐又成在线，官方呢6月2号晚上7点公告了一个讯息哈。好，那又给了2张图片，第一个图片是这个因四十之位轮回长，皆是如人饮水啊，有因嘛啊，是因怪吗？因怪的本体长一个老虎吗？是一个老虎吗？好，看不出来，感觉是一个老虎，是吗？欸，如果他是变成老虎，有一个 招是可以变老虎，好像蛮强的哈。对，不是老虎吧？应该是吧。欸，如果他是老虎形态，让我抽，蛮想抽的，感觉就是火系找色啊，又是火系。好，再来是这个。先依怒马则之去，我借东风逍遥游。东风逍遥游，可是有蝴蝶，我觉得是，我一直觉得是成瘾啊。可是有人是说，这两句话不像成瘾啊。母老虎，这一个是冰系吧？感觉是冰系，可是这个刀。感觉很轻盈诶，西哥是用这不对啊，西哥不是用这种武器啊，西哥是用这个武器吗？不太像啊，除非他改掉，除非他改掉。可是我觉得不是啊，我不觉得是西哥诶，我觉得成瘾还比较适合啊，暗系有可能哈，谁知道啊？要没有出，谁知道他是什么系？可是西哥是左右拿两把短刀啊，是插在那个手臂上面的呢。这个很明显是手持的啊。对啊，这手持的吧？啊，不管啦，反正我就是觉得是春兰跟陈颖。好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全新的时装柔美登场，绅士浮云白龙相什么？白龙羽伴，肯定是个美女。是谁的时装啊？这个手。白龙羽伴，有哪个角色是白龙羽伴的？想不到，谁啊？赵佑吗？不可能吧？赵佑吗？谁啊？这个手指头有一个，他的指甲很长欸，看不出来，谁啊？我想不到，这个我想不到。农女时装有什么角色跟龙有关系的？就赵佑啊。可是赵佑的指甲那么长吗？不太对啊。你们看这里，他的手指甲很长啊，红色的。想不到，这应该是现有的角色的时装啊。可是这个我借东风逍遥游，这个到底是谁啊？我借东风逍遥游，管他，我猜成瘾了。谢鱼女穿版，不要闹了。好，然后今天是大年初二哈，然后就这样，今天情报都这两张了，应该下礼拜会公告是哪？下礼拜应该，应该隔几天应该就会公告是哪？确定角色是谁，然后开始介绍人物啊，然后技能介绍这样子，我们到时候再看吧，看明天有没有消息，明天应该都会公布了吧，我猜啦。好啦，今天情报到这边，好，那喜欢我的频道呢，就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就这种 IG、FB、Twitch、哔哩哔哩还有 Discord， 感谢各位这集的收看。